奶的玩具。哦，哇，好好看呀！好帅，给我也玩一下吧。不行，我还没玩够呢。玩玩。嗯。哎，街头大挑战啊！挑战成功啊！即送99顿牛肉面了啊！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哦。哎呀，今天选择在公园里面玩，真是个明智的选择呀！老板，你这怎么玩呀？参与费100块钱。哟，掏钱。没钱。哎呀，你就服了吗？赢了我请你吃牛肉面。扫码。好了，老板。行，收到了啊。看好了啊，我只是给你们演示一遍啊。啊，看天眼。哦，看到了吧？开始吧。老板，今天这牛肉面的票呀，我拿定了。看好了，若若，我都没看明白咋回事呢。没问题吧？哇哦，不错呀！这就做出来了，太厉害了吧？啊！我苦练了好几个月才成功，你怎么一下就成功了？哼，这有啥呀？我一次就成功了。老板，99张牛肉面票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给。走，我们这会儿先去吹几把去。走，我要入袋双飞。走，走吧，走吧，别着急啊！再不摆摊了，老是赔钱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